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我送你回去啊！好啊！王娘，你看你是要到位佚佗哦？我带你游车去啊！放手！有会。需要帮忙吗？喂啊，你是我金大风的最美丽的花朵啊！我来刚刚我和你改这样的行。我看你改个康乐体啊，你另外先安个出息啊？出门在怎样关心我，干嘛想班？喂啦，只要老师我都冇变上班。我今麦真正知我唔对啊！你看，我后边这巧克力花来送你，我今麦刚刚差无贵滴遐，甲你现实的啊！我真正足有诚意啊！你哦，做代志呐，就亲像你对查某囡仔这尼啊认真，唔免40岁，你都已经做台湾首富啊呢！嗯，做台湾首富是有啥物好啊？我讲，上爱过了逍遥自在，无烦无恼。这比赚大钱更加重要嘞！我再讲啊，我金大风我遐尼认真，这嘛不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啊！你李友辉是头一个活这么认真的人。你瞧，皮箱来，箱，箱哥。这里也好，哦，你是我的花朵。大风啊，你就是继续过来算身哦。那是你爸唔敢上山了，连我也敢问你啊。啊，你紧张啥？我金大风哦是天公阿囝哦，你放心，你给我金大风做太太，我保证你全世界最幸福快乐的人。嗯，对哦，你上来就是你这第一次的。听阿你讲啊，我呢，我坐在台湾厝的吼，去台湾吧。我要抽奖。林干那你也没讲呀哦，我讲哦，是我这里宝贝后生金大风，到底是不是天公阿囝？到底我都给你一世人。天后比完都快乐，好，行，一轰！你哦，无代无志，敢骑什么卡踏车？母甲未收煞，
不管你想不想，你想去。哎，妈，来，嚯，我专门替你泡几杯心麦茶，来，太少你。没，我才给你有。啊，妈，那啉茶伤胃唔好，咱这调。你讲话茶伤胃？无啦，我是讲这心麦茶调完气较好啦，我还好心呢。拜托了，来，饮一下。妈，那其实骑脚踏车哦，是正宗的五路，那有啥唔好？啊，凡是有厂商看到我技术袂歹，啊，请阮的车队哦去做宣传，啊，咱公司以后都搁加强业务啊，你讲对无？你莫搁乌龙蛇多，我那特别跟你讲，正开始你了甲拍来啦。我哪有啦？我唔是去，已经叫伊转来啊。伊敢有要转来？你这做哥哥啊，你卡一下电话，恁小妹无要转来，你家己爱检讨哦。什么拢怪我？啊，无怪我。等下敲一下电话给优惠啊，叫伊明仔载一定爱回来，知无？家己妈妈做生日，搁都爱去阿姑家拜托，你嘛是对啊，唔对？哎，我即摆叫你敲一通啊电话，啊，你意见才侪了。妈，你是寿星，竟然搁爱姑家家己的查某囝回来甲你庆生，你袂感觉足无面子的哦？我唔管，惠弟，你这口气我一定要替你扛掉。优惠老爷心咪家己就等等啊！我不要 take a shower。虾米？虾米？怎么样？洗身躯啦。哎，洗身躯，洗身躯，讲开虾米？神秘嘉宾要来看你，来，阿伯你好，哎呦，有会啊，你哦，阿伯拍戏啊，这么晚过来给你看了，没啦，刚才你细汉的时阵，常常嘛来我家了哦，那行走卡嘞，别客气，来啦，这，阿伯，我讲，你伫阮金狗，你不是外人，你是外内人，对不吧？哦，你搁笑会出来呢，哈。啊！你约好讲今仔日是担当的生日夜餐会，咱要参加。啊！你是走去倒啦，啊？担当的生日，敢不是明仔？啊！这什么明仔？仔？咩嘞？啊！交代你的代志哦，无一项你做甲会好势啦，啊？敢那逐工会样安尼穿甲趴哩趴哩，伫遐趴咩咩，足袂高中的嘞，哈？妈，你妈的约会明仔真好袂讲啊！嗯哼，爸爸讲安尼敢有唔对是嘛？我少年的时阵嘛袂安尼，是讲我哪会生出这个散仙的后生啊？我真正是受无咧啊！哎，爸，你坐下过来，你坐下来。我今日就大只了。哎，爸，你有讲过，你讲哦，我是天公的囝，对，啊，你是我的天，我是你的全部，啊，你以后所有一切拢是我的啊，敢不是？哎，无啊，啊，你即马是伫咧甲我讨财产的哦。无啦，爸，我唔是你意思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金家的事业做到这么大，而且你哥是我第一名的爸爸，根本无啥好惊的。啊？你无伫咧惊爸爸，是伫咧带你等的啊？亲像你安尼一干干安尼急晃晃啦，就算我爸爸有金山银山，同款会乎你败了了啦。嗯？爸，你无需要甲家己后生讲我这么歹听嘛。大凤。嗯。阿伯讲得无唔对哦，就算讲你即马无想要遮事业，啊，不过你嘛要体谅阿伯，即马已经有岁啊，你爱加替阿伯哦减轻一寡负担，唔则对。你看，你看，哦，人优惠啊吼，比你加足捌代志的啦，啊。阿伯，啊，其实私底下哦，大风嘛常常咧讲起厝内面的代志。这个表示讲哦，伊对你还是真友好的哦。哦，对对，个个对哦。啊！我啦，我都参加优惠啊哦，甲你压落底吼，我都免伫遐烦恼啊啦。哎呦，对哦，优惠啊！啊，无规矩，你来我的公司上班啊，啊，甲订好条。啊？哎，这个提议袂歹，爸，我赞成，赞成吼，我赞成。
阿伯，啊、我是感觉大风哦，伊是欠磨练呐。只要阿伯你加给一寡机会去学习，放手给伊去做，我一定会尽力给伊斗相共的。相信大风，伊嘛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伊若是有心哦，都有机会啦。伊若是无心嘛，就算讲我这董事长的位给伊，伊赶快就甲空卡桥啦。爸，我是你的后生，你嘛无必要讲这么歹听，对吧？你吼，你若要做到吼，让大家对你会当有信心，你唔就爱交出一个成绩来啊？莫安尼一干干伫咧代志，让爸爸用心都有诶，啊？阿伯，啊，即马时间已经真晚，无我莫叫了你休困，我先来转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有闲再来佚佗啦，啊。好啊，阿伯再见。哦，嘿，我送你的。唔免啦，你来我厝陪阿伯啦。哦，安尼好，好啊好啊。我送你啊。哎，我送你了哦，谢谢你啊哈。啊，我再看两百多亿，好，拜拜。大王啊，你来较巴结嘞哦。你若要一干干安尼浪流连哦，早晚你会互优惠啊，甲你放煞哈。优惠甲放煞？对啊，无可能啦，优惠足爱我。诶，对吧？啊，即马哦，你算是认同优惠是咱金家以后的新妇嘛？啊，我是想讲哦，阿母妈迄边。啊！你安尼无代无志，搁提起伊要创啊？伊甲咱爸仔囝拢无关系啊！嗯。哦，安尼哦。爸啊，你敢真正无要甲这事业交我？啊，无无啊！你是我的后生，当然我这事业爱放互你啊！嗯。真是啊！就你细汉到大汉哦，爸爸拢唔捌骗过你啦。啊，是讲哦，你都爱事先甲你的成绩交出来。爸爸唔才会当放心将这事业交予你啊！啊，爸，哟，我就知道你对我上好，你上听我。哟，加油！哎，对吧？你今日去参加宴会哦，我知你一定忝啊，来，我一定了解。哦，来来，我要让所有人拢知啊，你是我永远第一名的爸。啊，你心欢喜啊！啊，你好。哦。还有这么快不？有啊，有啊！哎呀，优惠，妈，你回来哦，我给你炖饭物件，我给你煲啦。是你吧？我炸一寡油头啊，排骨吼，啊，趁烧你就紧食，啊嘛，给你做一寡卤肉，放个冰箱冰咧，啊，你若要食时阵吼，再给煮。哎，啊，你冰箱内拢空空无物件啦，哎呦，啊，你若巴肚枵的时阵，要哪有物件通好食？营养要哪有够啦？我常常咧加班，我食外口较方便啊。家你这样住外口吼，乌白食，我袂放心。你莫搁提起爱我回去住的代志哦。我自大发开始，这样住外口我就惯习啊。好啊，你欢喜就好吼。来，这药头排骨，趁烧紧食。规工嘛安尼袂闲噶，真忝吼。烧。好食无？对啦，啊，今仔日哦发生的代志，恁哥哥甲我讲啊啦，伊受较唔对，我有甲教示啊，莫甲恁哥哥计较。伊虾米害我无头路呢？你阁叫我莫甲伊计较，过就是去予你审判哦，才会对人去做流氓。这种流氓哥哥，我今仔感觉就更笑。你哪咧讲恁哥哥啦？人伊今仔咧做。妈，恁若专工来替伊讲好话哦。那已经歹势，足忝的，我想要休困。卖讲了，卖讲了。哎，啊，你今仔哪喊我回来？是搁甲大风出去哦？是啊。
唉，这件代志哦，若是出破，唔知会出什么款的风波来。安怎？你是不是阁想要叫我卖甲伊做伙啊？因为大凤伊细汉，我看伊大汉的，这囡仔本性是袂歹啦，不过厝内面环境好，家性情歹，啊较阿爸，阁无定性。你要甲伊做伙哦，我这做老母的，当然是袂放心。妈，你阁来啊？是不是因为较早我反对你甲伊冤家做伙，所以你今嘛就反对我甲大凤做伙？嗯，我是关心你呢，啊你牵拖伊冤家遐创啥？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我知道你到过哦，拢真气我反对你甲伊冤家做伙啊。啊，不过最后是伊去用掠去关，恁才无结婚的呢。这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，谁那要掠我出去啊？啊，我讲这個，你讲的，哎，你愈讲愈唔是款呢。好啊啦，规日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要处理，无需要你烦恼。时间真晚，我想要困。我马好来走啊。啊。排骨汤吼，啊加啉一挂，啊你落去较冷的时阵才放在冰箱边，啊要食才阁烫烫的。嗯，哎，明仔载敢有要回去？袂用的啦，今日搁安尼乱一个哦，李小轩搁走来打官腔，我若是无加班想办法补救，安尼袂用的。妈，蛋姐，生日快乐！多谢。我跟你讲哦，最近我也较无闲。啊，若是无代志，你就较莫来找我。我知啦，无代志吼，我是袂来叫扰你。啊，家一个住外口，就爱会晓照顾家己呢，知无？嗯。有闲才敲电话我。知啦。阮原来咧做医生呢，我是医生包，我敢要甲你走去哦？啊啦，如果你要签我，就要签去做做你签，我是惊你袂对尔。你若会对，我好拼得一直甲你背甲到到到。啊来来来，好啦，讲来啦。哦，讲事，一空，意思，过来，干巴，三车。好多呀！哎，嘿，这座牌水哦，不少哦。啊，好，我来啊。好，谢谢，祝你中奖啊！呵呵。啊，差不多嘞，咱银行开奖。这是七还是九还是四啊？写到家己花油啊！阿中，你爱签的是空是空到空是我看无，什么讲我想我苦拼顶来我想，你是有你甲别个纸头签牌呀？我卡唔对，无你想。我真正看唔到，无啦，我无咧做土头，无是五个五个，哈，我知，哈，无啦，嘿，无，嘿，歹势，夭寿口一关开啊去，差一毫仔差遐济啊，是啊，我就免啦，我啦，无紧来选，等下叫关开碰我就害啊我。这么紧就到位啊？啊！我刚准备等来看你啊。哦，好。
别无影响，无啦无啦无啦。如意啊，啊，爸爸爸，这，哇，愈来愈水啦。爸爸，你保身体。哎呦，人来咯，这功夫这炸物件来。哎，啊，恁两个哪有闲时间拢免上班啊？我今日较早下班，啊，就想要来看你啊。顺续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是。来发姨被行走主治医师。你也无安尼？无啦，还未确定啦。啊，不过机会应该真大。主治医师呢？赞哦！想袂到我靠边顶马都请出这样才俊的囝出来，哈哈，这叫做拍得出好处。来发爸爸，那是你熬家，所以才会教出哦。来发这么优秀啊！我来再做个给大家。哦。站住！好。你妈如果一个倒霉去给你促销呀，困住了。啊！恁两个唔都甜蜜煮食饭啦？啊！家己的老爸是咧拍些啥物啦？恁两个感情本来就真好啊，都敢红阿婆同款，都差签名啊，当一个囡仔安尼啊。无过去，我来请示太祖爷哦，甲恁看一下是啦，互恁结结咧。爸，我的代志恁免管啦。我甲如意，阮两个人感情真稳定啦，而且阮对阮的未来拢有计划，袂想要再结婚啦。也是搁咧等三月啦，哎，你也知呢，迄过年暖好好紧找是生果兼草埔呢，哦，我再讲，我家一个大呢哦，真无聊，你嘛管生一个孙华埔甲我做伴。哎，搁过一阵啊啦，我即摆伫咧无用先主治医师的代志啊，等我确定会生的时阵再去讲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我也先忘了。哎呦，啊。多谢啦！顶个月我都加一挂迄度开销啦吼，啊，都搁立水电钱，花仔钱有诶无诶吼，手头较硬呢。小李也要搞啊？无啥搞。你爸。你是不是去开始伫咧播啊？无啦，都有急用伊个。爸，唔是我无要你钱啊，是你若去播，我你去较济钱嘛无效啊。你对我较早是有影播较大啦，我这嘛是三不五时算一下乐透啦、刮刮乐。嘿，这国家经营造福人群，这下播咧也袂用个哦。如意，你讲看麦。是啦。啊，来爸爸妈平常时拢一个人伫咧厝内，也无人陪伊开讲啊。啊，三不五时算一下乐透，袂要紧啦，好啦，我存遮个啦，差不多5000。好，免过遐算，就安尼就好。遐4000块。哎，多谢。哎，如意啊，你确实哦，是上个小五过来。对我恁的代志吼，我都有参详啊。放心，我会甲恁做主。嗯。什么代志啊？无什么代志啊。阿都食水果，来，耶，就甜啊，紧食啊。有甜哦。嗯。有甜。你慢吃。好。来。阿爹啦，来爸爸吧。多食我放一下燕窝，伫冰箱内底。阿明仔我下医生了，你早归可以。嗯。好。我拿了较好名，食较好，不是鱼子燕窝，阮就食迄高菜炖米糕。明仔日先去了，啊，恁两无要过。我甲如意明仔载要上暗班啦，前两天啊，我已经有替月嫂阿姨庆生啦。明仔我家来去。来，姐，恁坐。嗯，坐下来。有啥物大代志？哎，你讲啊，生日一年才一摆尔，免客气啦。虽然讲一年一摆，讲起来哦，哦，过了10摆啊。有影嘞，
时间咧过得真紧。较早幼稚园这囡仔，一工干都也是咧拍巴掌。哎，今麦讲我拢出社会，吃头路啊。哦。囡仔若大汉咯，做爸母囝仔头较轻松啦。阿公你来话咯，做细汉乖，佮教读书，好做医生哦，无简单哦。讲实话，歹势，歹势讲真。那一世人哦，头脑唔捌食到一项焦片啊！啊，那生这囡仔呢，真将在帮个做医生，顶世人嘛唔得收什么好友了在。讲这话真正有够歹势讲的，咱讲提醒我会转好我。哎呦，我要先主治医师啊了。哦哟，哦，这搞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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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事业我是不哩够烦恼啦。啊，那讲到感情就够憨蛮的啊呐，你甲看啦，甲如意斗阵遮久啊。啊！如果这查某囡仔吃苦，讲袂用甲定定落来，我实在唔知吼，伊读到底咧想啥情况。尤姐啊，尤姐啊，你啊吼，来我来甲你一码子，你嘛替我甲问下，讲吼伊受啥物暗示？平个，少年的代志应该就拍算啦，你烦恼遐多。啊，拢讲啥物变数，也歹讲迄种借口啦，是骗我唔捌咧娶某哟，身家立业，一身家藏在前，立业藏在后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意吼，甲我来较便宜，你就拜托，你嘛听我跟你讲一下，叫两个人赶紧结结安尼吼，我早前抱一下孙子。玉姐，玉姐，那两公孙两姐，恁妈只要恁妈找只机会甲讲一下，好不？哎，不要紧啊，好啦。机会我再跟你讲。好啦，多谢阿母，我来等。啊，再见哦。嗯啊。买个坐一下。等下过来。好好，我送你。别。啊，明天再来哦。好，再见。马小姐来回来问一下，看吧，人安尼搞读书，即马做医生啊，佮如意要结婚啊，你马小拍算一下。爱看缘分啊！缘分你嘛爱把握啊！啊，无啊，咱较早你嘛是有缘无分。哎呦，我即摆都无对象，你是要叫我去倒找啦？敢无？顶几工敢毋是一个查某囡仔敲电话来，人个讲啊吼，有讲有笑安尼，带倒来妈妈看一下啦。你讲迄个哦？嗯。迄个是女人身，男人心。啊，你直接要叫迄种人来做新妇？啊！你搞我连宵的，坐下等我看再搁讲啦。哎妈，你什么时阵变到安尼无义气也好呢？哎，你怎么搞怕哪凉哦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有机会哦，再搁讲了哦。我今晚要来做钱。这个幼稚哦，嘛是无法度甲如意放下去啊。当时对我立夫立来啊。嗯，叫你吧。当时对。好，立夫立。麻烦你将你即马手内这业务哦，简单甲我报告一下，啊？是，我即马有在协助各大企业成立休闲车队，甲露营社合作推广单车旅行，啊，佮有在策划各类型的单车比赛。你这危机处理哦，来当像办活动安尼哦，早你就当先经理啊，啊？讲一波吼，根本你都无讲到重点嘛。董事长，这确实是咱公司今年度的重点，是毋是我有漏搞倒一项？李有理啊，啊，县政府要建设脚踏车专用道路的计划，你拢无注意到吧？啊，是的，董事长，我即马随去了解。等下。
我的话都还没讲完呢，你是在着急啥？管政府哦，诶，洪副议长，我甲有淡薄仔交情滴，我咧看哦，你先替我去安尼个拜访一下，看这计划哦，什么时阵要进行？啊？是，我知影。安娜，你有困难啊？无我看，我是请你经理去说。啊，无问题啊。我即马随去。真正有够衰，叫我去找大风姨妈，等于是送柠檬花洗面。啊，不过我若放弃。你就别别个机会，你和小轩啊，我这不会。喂，金大风，你的女朋友有代志，爱你到三工，你将公司做机会搞啊？嗯，银行吗？你照片，我照镜。我即马好脚好手，带我兄弟来工地做事，啊，你的人抓回去。有才调，你有使怪手，把我的人拢砍断三下。啊，你即马在半夜就对啊。别紧，大条我先卖甲你算，我先甲你算两条细条。你去千惠子的店内逛的弄的，还佮阮小妹活动，你带人去哪？加上精神佮损害赔偿。免者，总我共算你八万五现金了。八万五，你去抢银行较紧。你即马大细都拢歹认就对啊啦。啊，讲话用个无算话，像你这种笨手，是要安在社会干走掉？免讲，哦，免讲免讲，买冤家相拍不关事。等我把楼下的房布、铁架搬搬的，恁大细人拢有。阿长，呀，等下。所有物件拢袂用家顶当。怪安尼，啊，铁架房布是我请入来，是安怎袂用搬？今日我人工叫来，就是要搭铁架顶房布。工地代志袂用拖着。我安尼啦，你的房布，我应该你做。多谢你照顾呢。啊，帮忙我做你，人我出来，等下吃家己。啊，你叫我这阵兄弟是要饲我囝？你幼稚啊！你别安尼吼，开嘴合嘴拢是为着你兄弟。你开公司退还应头咯，嘛是咧抽头，输人血外钱。你有啥物资格做这红声？歹势吼！我替我这罗工朋友因失头，介绍费提比人较少。啊，若意外险落保，是我家己提钱出来赚的。我无啥道理。恁家己有建设公司，啊！恁叫的人工，啥物都介绍费、手续费、里里扣扣的费用一大堆，啊！工人未成未做，工资都恁扣了了，是要做啥？像恁种做法啦，比这杀人魔还搁粗残啦！歹势吼，头路歹找，未来唔赚，恁免管遐济啦。啊，干那安尼哦，我帮无，甘愿搬转来囥了烂，我也无可能让恁这样笨手。阿亮，行。这个小林啊，伊拄则讲的话哦，我拢录起来啊。你想要压工人的工资，搁想要压有这帮无？你怎样唔去人讲？我查某，不管时间短情短啊，真正是个人玩，拢给我出去！
我今日是到文明在抢代志哦，啊，若是来做工的相关的，我是无想要相关的不过，接。拄只个是回阮小妹代志，是嘞。还有陈伟志啊，酒店的钱。我赔啦。阿哥，我罗岗兄弟的饭碗，你不用给他抢去。好了好了，你做啦。阿哥，我跟你讲哦，一个月来吼，刚来给他做好。阿哥，绝对不用去偷工减料。会用的。是。阿姐，今日好交代有你呢，啊若无，我这只真正有人去后面坐落。哎呀，小可代志啦，你带这兄弟哦，搁帮我拼经济，你唔才是真正阿尼气。今仔日哦，好交代是你，若无伊这个人哦，就不要不躲。哎，三分命，七分靠打拼。啊，就这样咯，我讲妈，你也只白搭，愿做愿赚，但我就是没有机会。尤其是要有钱有势，专门咧欺负种艰苦人，这种人我上看袂过。我嘛甲你同款啊，啊，不过咱会用靠头、靠智慧，唔免靠拳头母啊。像像我，我巧的，甲伊录音，甲伊告，找证据，同款哦，因为何用权利啊，对不？公情公理的哦，边有好个。啊，那一种无情无理的哦，该行法院报警。啊，像伟明种，情理法拢讲袂通的人。把酒用拳头不解决，这嘛是不得的代志啊！对，你讲的拢对。我是惊你哦，敢若冤家相拍，伤到家己。你慢慢玩，好。好，你家去坐咧哈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世事往往，最后才看会明。